最重要的。其实更多的是主观的因素，不是客观的因素。在乎背后表示，如果把它归在一些客观的原因，比如怀疑的孩子自杀、不是这样，那太没有用了。要出外谋生，独自留守，自己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责任。这就如同私立教育进行成规范化，那肯定就会引起很多留守儿童家庭和父母的注意和重视。这就等于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敲了警钟，即虽然我们出外谋生和赚钱，远离家乡，但我们可以给予孩子同样的爱，照样可以去关注和帮助孩子成长。欢迎您和我联系，也欢迎您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主持人韩青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